早晨啊，今日2月9日星期五嘅，欢迎收睇《E T 开市直击》。今朝有中微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伟豪啦，同我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嘅。Rafi， 今朝大市有咩焦点啊？我谂今日留意住一嚟咧，寻晚就美股你见到升之余咧，即系啱就好劲啦。咁二嚟我谂港股啦，虽然今日就应该连三十最尾半日市啦，咁预期交投比较静。咁但我谂留意翻就可能大家龙年方面咧个部署系点样先啦。咁啊，观众朋友，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嘅问题嘅，欢迎你 WhatsApp 俾我哋，电话系9613388 19，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 HKET App 喺聊天室入边讲低你嘅称呼同埋留言，转头会回答大家问题嘅。而家先睇睇上日美股嘅情况。美股做好嘅标指咧一度升穿5000点噶。美国就业市场啦持续强劲，美股三大指数高开后咧都曾经出现倒跌，其后回升嘅，道指收报咧就系38726点啦，升48点，升幅咧0.1%左右噶。标指啦一度升上5000点楼上嘅，收市微升，收报咧4997点嘅。纳指升37点，收报咧15793点嘅。纳指金融中国指数下跌咧就系61点嘅，跌幅1%左右啦。欧洲股市就系个别发展嘅，英国股市要向下。一起看看焦点美股啦，咁啊 Tesla 一度重上190美元楼上啦，收市就系升1%嘅，收报189.56美元。Google 同埋 Meta 嘅变动唔大嘅，咁啊苹果嘅股价咧要向下啦，咁啊跌0.6%，收报咧就系188.32美元。Nvidia 盘中再创历史新高，收市要回吐0.7%左右噶。咁啊，微软嘅变动唔大，芯片设计公司啱啦，睇好前景啦，收市急升系47%噶。迪士尼上调全年收入预测啦，股价都升1.1%。以预托证券形式喺美国买卖嘅科望股 ADR 咧就系普遍系向下嘅。阿里港股咧跌6%之后咧，美股再比本港收市低嘅，咁啊折合咧就系69.2咧就系失守70元嘅。汇控以及系呢个建行、港交所同埋友邦都比本港上日收市为低嘅。睇睇亚太区嘅情况啦，咁啊，日经平均指数而家咧就系升穿咗37000点噶啦，咁啊早段升紧318点啦，最新报37181点嘅，咁啊首尔综合指数都系做好啦，升紧10点嘅。悉尼普通股指数同埋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咧，最新都系要向下嘅。咁啊睇翻喺新加坡交易嗰个港股黑期啦，咁啊而家最新咧就系跌紧大概就系190点左右啦，咁啊恒指去到15700点左右嘅水平。咁注意啦，呢个开市嘅一个点数，即系如果系同黑期差唔多嘅话，就系跌穿咗条10天线同埋20天线嘅。咁一阵间对完盘，我哋会继续同大家跟进住啦，同阿 Rafi 倾倾个外围情况先啦。咁啊美国就业情况就似乎都几理想嘅，上个星期公布啦，最新公布上个星期嘅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就是少过预期的。最新数据是截至2月3日为止的一个星期，人数218000个，市场预期是220000个的，比对上一周的数据是有所回落。而截至再对上一个星期，即是1月27日为止的一星期，连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的数据就是符合市场预期的。理事会联储银行行长巴尔金就讲到，现在劳工市场仍然是非常强劲，联储局对于减息可以保持耐性的，认为有需要见到通胀数据持续回落。市场近日另外一个焦点就是讲到那些商业房地产的质素，会有机会对市场造成冲击。财长耶伦就讲到，他们现在商业房地产的空置率高企，加上利率的影响，就预计部分中小型银行是承受压力的，但他就不认为会对国家金融系统造成这个系统性的风险，对大型银行的风险也是相当低的。看到就业数据强劲，带动标指就再一度升到盘中新高，就触及5000点楼上的。纳指和道指都是向上的，你點評估投資美股而家面對嘅風險咧？係我諗即係呢句問得最好，就係因為美股好強啦。咁我諗即係你問大家，其實基本上可能大家而家睇法都仲係好樂觀嘅。咁但係我同意一點，就係可能而家去問嘅都係問啊，如果真係要投資或者要揀嘅時間，有咩風險要留意咧？因為其實講真，美無論咩市場都好啦，幾強都好啦，其實一定唔會冇個風險嘅，或者冇乜市場冇嘢唔需要留意嘅。咁你話美股嚟講，其實當然啦，強佢嘅原因就係我覺得特別喺啲差唔多可能季零兩季啦，大家好識得去揾一啲所謂好嘅嘢去睇，唔好嘅就暫時唔睇住先嘅。即係譬如你講舊年第四季啊，個市開始夾上嚟嗰下咧，當時不斷講過啦，就係炒住嗰個減息嘅預期啦。咁大家覺得會減到好勁好勁噶啦。咁呢年頭曾經估緊市場會減成差唔多7次添嘅 market 去估。咁就至乎3月會減啊，咁所以嗰下就夾到嗰個市啊上咗去啦，個債息落咗好多啦。咁但係去到過去呢個零兩星期又好得意啊，其實頭先講嗰個畫面係調。
调转晒。嗯，即系你见到无论储局出嚟讲嘢，议息会又好，或者 even 而家市场去睇成个今年减息嗰个睇法咧，其实系降温咗好多好多。嗯，一嚟三月份一定唔减咁滞噶啦，二嚟就可能今年其实而家都 around 减大概即系四次左右，其实几贴近翻就储局讲咗三次嗰个范围。咁但系你见到个股市又冇啊，因为咁而调整翻嘅，因为大家背后又觉得啊，点解可以减少翻咁多，或者唔使咁急减住咧？又觉得经济好，经济好你先唔需要减息噶嘛？即系呢个系变相即系正如头先讲，就系大家好识去揾一啲好嘢去睇咯。咁所以就放到个市系即系大啲或者比较强嘅一个情况咯。咁但系的确去到呢啲位。如果你計個估值嚟講咧，唔算話真係好平啦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話即係特別美國嗰邊會睇得多，譬如 S&P 啦。咁如果你以翻估值嚟計咧，而家睇個估值唔平嘅，即係 overall 嗰個。咁但係因為大家知 S&P 個計法咧，佢權重係唔係均等嘅，即係每隻個比例唔同。咁而扯到咁高嘅主因就係嗰七隻啦，嗰啲大嘢係拉大咗啦。咁如果書面上有另一個 index 咧，就係一個叫即係類似均衡權重嘅一個標誌。咁其實嗰個如果計嗰個估值咧，就相對仲係合理，可以個合理。當然平都唔係平啦，但係合理啦。咁但係所以變相大家都仲有個原因，覺得係可以追上去，譬如好似而家咁標誌，你見到去到5000呢位啦。咁但係正如頭先講啦，唔係冇一個風險嘅。我諗幾個風險要大家去留意住啦。一嚟頭先同提到最終都係個減息嘅情況。因為雖然呢刻大家係覺得經濟好而唔需要減咁多，咁但係你唔知會一下去到一點就係、如果大家再擺到即係又係少少偏向再極端多少少一邊嘅時間咧。会又惊住啊，唔减咁多，而令到市啊谂翻转头咧。呢个第一点，我谂其实嚟紧都系要望啦，即系亦都系意味咗，就系嚟紧议息会咧，或者大家对于减息嗰嘢系发上发落嘅，呢、个一定对呢个市系比较波动啲。二嚟头先都讲，你即系讲咗嗰啲譬如耶伦啦，对于成个美国金融体系个睇法嚟计咧，其实系延伸咗近期讲紧少少个问题，就系啲中小型银行个危机、因为其实当然冇旧年嗰转咁恐怖啦，即系讲 SVB 啊，或者系个别几间就惊到，即系个市系谂得好劲。咁但系其实早几日大家都唔好唔记得有间即系纽约社区银行，其实都一度系惊紧呢样嘢。咁虽然系而家系好个别性，因为如果你睇参考美国当地啲银行指数嚟计咧，其实就近期嗰个表现咧就冇旧年嗰转咁恐怖嘅，即系意味住其他银行股大家唔系咁惊住。咁但系一间半间都系咁，咁甚至乎的确好同意就系点解令到佢哋咁咧？除咗你话个息口特别高加得太劲之外咧，其实另一点系就先提到商业房地产嗰边嘅影响。咁所以呢啲因素其实都一样啦，即系你唔知几时又会突然间，如果稍为叫越煲越大嘅时间咧。大家攞嚟去做翻個風險一個借口咧，其實個股市係有個調整空間。係，咁所以你話去到呢啲位咧，我覺得的確係要叫審慎啲咯，即係唔係話睇淡，即係都冇乜必要睇淡啦。美股市場嚟計，咁但係我諗要開始特別呢刻想入場嘅話咧。是要審慎的，咁但當然，如果你本身一路以嚟都有開貨、有買開嘅，咁冇問題啦，因為個市仲係靚啊嘛 trend。咁但係只不過而家呢入嘅話咧，我諗就真係唯一就可以做係分注一下，或者係真係等有啲調整之後先慢慢吸會比較好啲咯。嗯，係咯，即係都要同埋咧啲股份咧公布完業績之後，其實走勢真係好唔同。即係而家咧個市場就係唔係咪都升啦，都要揀嗰個股份啦。咁我哋傾傾就係琴晚嘅焦點就係啱啦 ，ARM 啦。咁佢係芯片設計商嚟嘅，舊年九月先掛。派半身股啦，琴晚就急升咗超過40%，即係大概就係由77美元咁啊升到114美元啦。咁啊，因為公司就公布咗一啲最新嘅數據啦。嗱，首先佢個收入同埋每股盈利都係超出市場預期啦。今年銷售額嘅預測亦都高過市場預期嘅。咁市場原本預期佢哋會有7.8亿嘅一個即係前景指引啦，但公司最新嘅指引係去到8.5亿嘅。每股收益指引咧，市場原本就係估佢哋0.21美元嘅，但最新俾個 range 咧就係0.28至0.32美元，即係都係叫做頗大幅高過市場預期啦。嗱，講多少少啦，啱係一間即係芯片嘅設計商嚟嘅，佢哋自己唔生產嘅，但係佢哋就將個使用權就係賣俾嗰啲芯片商，啲客咧就俾一個叫做特許權使用費佢哋啦。咁佢哋嘅客包括蘋果、NVIDIA、Intel 同埋 Google， 即係你哋講得出大家對 AI 概念相關嘅大型股份咧，其實都係佢哋嘅客嚟嘅。咁見到就係、是、最近即係 AI 有一個狂潮啦，我會形容做即係AI 相關嘅，大家都會好熱衷，資金會流入啦。咁嗱，佢哋嗰啲芯片咧，即系用佢哋嗰啲使用权嘅芯片咧，其实就遍布喺手机、汽车同埋云端业务嘅。咁所以话所有呢啲即系爆炸性增长，譬如手机又有一个 turn around 嘅情况啦，汽车啲人又发展紧一个即系 AI 或者自动驾驶嘅汽车啦，或者好大力投入嘅云端业务咧，其实咧所有呢一啲行业嘅增长咧，都会令到啱受惠嘅。咁啊，琴日出咗个业绩，即系大家都好满意啦，见到。咁但系又系咁样啦，即系啲美股成日都系话个业绩好，前景亮丽咧，就会一嘢就急升40%嘅，咁去到一個即係非常高嘅水平啦。咁
但係譬如睇翻少少，就係近日幾隻 AI 股都有咁嘅情況。個情況係點咧？升完可以再升嘅，即係舉個例，有一隻叫 SMCI 咁樣啦。咁佢公司出咗嗰個盈利預起，咁佢一日升三成。過咗一段時間咧，出盈利嘅時候咧，又可以喺高位度再升一成嘅。跟住過多兩日，可能俾多幾粒數據或者講多少少 comment， 又再升嘅。咁今次啱，好似今次嘅升浪咧，就第一次升嘅啫。咁你覺得應唔應該追入？定係話而家同成個大市你嘅睇法一樣，風險都係開始高啦？嗱，咁當然呢類型股份嗰個睇法就會相對正面多一啲嘅，因為始終佢哋嗰個牽涉個範疇係真係 AI 嗰方面啦。咁而講真，AI 其實我諗舊年好之外咧，其實今年咧都仲係一個好好嘅主題。咁同埋因為呢幾隻即係喺美國上嘅呢啲 AI 股啦，譬如你講緊而家啱又好啦，或者係大家熟嘅 Nvidia 都好啦，或者係啲 SMCI 都好啦，其實全部都係偏向佢係 AI 得嚟係上游少少。係。咁其實講真，即係就算唔使好深入去分析，好簡單去講，就算無論嗰一範，譬如講緊個電腦好啦，架車好啦，個手機好啦，佢最終用唔用得著或者成唔成功都好咧，佢都要向你攞貨先。係。咁所以做上游嗰啲點解咁強咧？譬如 Nvidia 點解？即係日前啲七嚿水美金可以咁堅咧，其實都係呢個因素，就係無論得唔得咧，其實都向你攞貨先。咁其實啱都有少少類似呢個情況，因為你見到今次佢嗰個季度業績，當然頭先 Wendy 都講啦，無論講營收啊等等，全部都好過預期啦。連第四季度嘅 forecast 都係比預期好啦，亦都連咗全年方面嗰個營收嘅預期其實比一般市場股仲要高嘅。咁所以頂緊所有嘅數字都係非常之靚啦。咁甚至佢自己都有講嘅就係其實。而家基本上佢係強到所有智能手機都係有用嘅設計嘅嘢，咁所以呢個你冇辦法，係所有啊，佢係強調所有，所有係好誇張嘅一個，即係當然佢嘅講法係咁啦，但係即係當然呢個係一個好強嘅一個表現啦。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咁樣睇啊，無論最終架手機賣唔賣得點樣都，其實都係用咗佢設計嘅。咁所以變相佢個生意你一定係覺得係一定好實淨嘅，即係呢個係一個比較強嘅信心咯。咁而但係其實今次咁強嘅表現咧，即係正正我哋話齋就除咗智能手機之外咧，其實佢近年係擴闊咗個發展啊，譬如講緊車啊，唔同嘅行業啊都有啦，雲端係啦，咁所以都見得到其實有嗰個增長爆發點喺度。咁同埋因為頭先都講到一點就係佢會賣俾人哋啦，咁即係最主要收嗰個特許經營權嗰個使用費啦，咁所以佢都有個即係許可。